王金平重提换柱，杠上朱立伦，吴敦义制服等时机，共韩声量大，蓝营四王夺嫡宫斗戏，谁像八爷，谁又是雍正？莫非最后是他会胜出？韩国瑜桃花运超旺，走到哪都被韩粉包围，大运还有16年，未来会登总统大位吗？ 秃子燕子汉子再次联手上场，刮起大风往北吹，翻转绿营大票仓了吗？详细内容请锁定周六晚间8点台湾大搜索之韩流北上合体。